熱力星期呢個實驗，我哋會用一個烏絲燈泡，一塊同埋燈泡曲度相同嘅雙金屬片，by metallic strip，將雙金屬片一端固定喺燈泡嘅底部，雙金屬片另一端連接住一支特區旗幟。而家我哋開着燈泡，睇下。 支旗嘅位置有啲咩變化呢？